第0675章，阳间呼吸法针对年轻天才的宇宙榜。楚风摸着下巴，一阵思忖。少女兮扑闪着大眼，略感好奇，这什么榜，居然是混沌中的残破宇宙传出来的，是什么人在参与？他严重怀疑，所谓的混沌中的残破宇宙，乃是阳间与阴间的隔离带，一旦将那里打穿，他说不定就能回去。我要成为天下第一，我要回家，我要还阳。少女兮叫道：孩子，你没发烧吧？真敢露面，绝对属于自杀。楚风摸了摸他的额头，然后赶紧将手甩开，道：马德，额头滚烫，把手都快给我烧着了，果然发烧得不轻。少女吸满脑门子黑线，咬牙切齿道：你才发烧呢，我很冷好不好，我是阳间的人，哪里跟你一样浑身冰冷，我这已经低于正常体温了。然后他很泄气，这个世界或许有一两尊特别强大的生物，其力量可以勉强开辟出一条通向阳间的狭小裂缝让他回去，但是他不敢露头，一旦身份曝光，估计阴间所有鬼都要抓捕他。楚风在西涧边打了一只獐子，包皮洗净后也没有生火，直接冲少女兮招手：干嘛？借你小手一用。楚风相当自然地拉过他白皙而纤秀的手掌，往獐子上按。啊，你要死啊！少女兮尖叫，使劲甩手，他看着那鲜红的肉块，感觉相当的难受。楚风老神在在道：别躲，让我尝一尝用阳火烤熟的野味好不好吃，反正你无时无刻都像是火炉子向外冒热气，浪费可耻。楚萝莉，你在激怒我，非要让我和你打一场吗？少女兮恼羞成怒：来啊，谁怕谁，战一场。楚风挑衅，他还真想掂量一下少女兮，顺便用盗用呼吸法偷师学对方的妙术，同时他更想见识一下真正的阳间呼吸法。嗡的一声，天道伞浮现，抵在楚风的身前，缓缓转动，一缕混沌气息垂落，让整片山脉的都崩裂，在轻微的颤栗。山中一些洪荒凶兽都惊悚，瑟瑟发抖，匍匐在地上，对着这个方向顶礼膜拜。停，我不战了。楚风摆手，惹不起这阳间少女。直到天道伞消失，他才死皮赖脸又凑过去道：其实我就是想见识一下阳间的呼吸法，你教我一段呗，不用多，让我见识一下多么的不凡。少女兮斜睨他，一脸鄙夷之色，那意思早就看透你了。楚风道：你别斜睨我，这样很容易让我产生不好的联想，总会想到另外一个家伙。谁？一只很自恋，浑身满是金色斑纹的蛤蟆。楚风说完后，看到少女兮精致的俏脸瞬间漆黑如墨，比大黑牛的脸还要黑，顿时有点声音发虚：楚风，你怎么不去死？少女兮发作斥道：你见过这么风华绝代的蛤蟆吗？呸呸呸，我说什么呢，我是说你什么眼神，你自己是蛤蟆吧？像我这么无敌可爱的美少女，谁不夸赞？我估摸着我要是参赛比美，足以在阳间神榜上位列前三甲内。楚风干笑道：算我说错话了，不过真有一只蛤蟆，他叫欧阳锋，他很自恋，总是说自己最帅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在讽刺我自恋吗？姐姐，我跟你拼了。少女吸黑着美丽的面孔，彻底发飙。楚风心虚，真是越描越黑。然后少女吸拉住楚风道：你不是想见识一下阳间的呼吸法吗？我带你去看，这里都是阴气，不适合。他扯着楚风进入飞船，嗖的一声从这颗星球消失，进入天穹，飞向太阳。太热了，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喜欢被烧烤啊？我可不是什么受虐狂，你自己去找虐吧。楚风叫道。因为接近太阳时，少女兮硬是将他从飞船中给拉了出来，非要带着他的肉身进太阳中，楚风当时脸就绿了。少女兮道：怕什么，你是比较厉害的鬼，也就是阳间所说的厉鬼，到你这个层次了，太阳镜前的温度没什么大不了。他拉着楚风就向太阳里钻，都不带他反驳的。这是楚风生平第一次进太阳，然后他发现太阳表面的温度的确能承受，不过随着深入太阳，这滋味真是酸爽。他急忙阻止道：不行了，不能再进去了，我不想被烤熟。好啊，在这里也勉强可以。然后少女兮就开始运转呼吸法展示给楚风看。轰，一刹那太阳中引发惊涛骇浪，那是神光，那是最为纯粹的能量，一下子被少女兮吸引过来，钻入他的口鼻间，阳气滚滚，太盛烈了。楚风发现少女兮在这种呼吸法下，浑身的汗毛都在发光，都在滋生出惊人的神性，效果非常的恐怖。他震撼，这是救阳间的呼吸法，特么的，效果也太逆天了。楚风被惊到，这少女兮此时吞吐阳气能量，自然呼吸时居然如同神灵，有一种恐怖的压迫感。感受到了吗？阳间呼吸法的非凡之处。少女兮睁开双目，直接飞出两道闪电，此时她的瞳孔满是惊人的神性光辉，瞳孔深处有日月星辰浮现，有一颗又一颗星辰幻灭，景象惊天。楚风吞了一口口水，太眼馋了，
非常想要这种呼吸法。这种呼吸法在阳间也算是最强极的了，没有多少种可以比肩。暂时别想了，我爷爷不让我外传。少女系似笑非笑地说道，一眼就能看到楚风的心思。然后他露出古怪之色，奇怪，我家的呼吸法怎么好像比在阳间时表现更惊人。然后他心头巨颤道，难道说真如某些大能猜测那样，来阴间度一次可能会效果更佳？他的声音虽然很小，但是楚风听得清楚，心头也是震撼。是了，这些天我吸收了不少阴气，到今日后终于引发某种反应。他在自语。你在说什么？楚风问道。少女息道，阳间各大道统一直无法确定阴间是否存在，但是阳间有大能推测，如果真有地府有阴间，那么让身体具备阳血的生灵来阴间熬炼一次再回归阳间，那就厉害了。楚风一阵出神，然后他也盘坐下来，在太阳上运转倒影呼吸法。惊人的事情发生，他的体表也在发光，这里阳气鼎盛，远超其他各处，对楚风来说效果极佳。在他的体表上也浮现一层光辉，很绚烂，毛孔都在喷薄盛霞。咦，有点门道，你的呼吸法不算简单。少女息开口。楚风非常意外，在太阳上超越在其他地方修炼，他越发相信这是阳间的呼吸法。刚才他差点就突破进参侠境界，但最后他硬是忍住了，好险明叔让他暂时压制，刚才因为在太阳上运转呼吸法几乎直接就突破进去。少女息狐疑道，有古怪，你如果体内具备阳血的话，你的呼吸法效果会更佳，比我家的最多也就弱上一两个等阶而已，虽然不是最强一列的，但也快了。楚风翻白眼道，你就这么自信啊？没听说我的呼吸法吗？全宇宙排名第十一。少女息嗤笑道，别说第十一，你们这边的前十到了阳间都可被寻到源头，都是残缺的，怎么能跟阳间法争锋？你个大忽悠，就知道骗人，你说的这么厉害，有本事就传我一种阳间的呼吸法。少女息听闻后翻白眼道，切，谁忽悠谁啊，教了你一种神技，这次还想忽悠我，门都没有了。楚风在这里修炼一段时间，然后实在受不了，因为再这么下去必然要突破，随时会进入参侠领域，他赶紧要求离开。他咕哝道，得立刻跟明叔联系，我要去把西灵族的秘境造化吞个干净，马上进参侠，实在压制不住了。他们再次启程，沿着星路来到另一个星球上。在这里已经立起一块碑，引发很多年轻人来围观。事实上就在这两天间，星海各地一些比较出名的生命星球上都立起一块碑，名曰战力碑。混沌中的残破宇宙弄出针对年轻人的宇宙天才榜，这石碑带着阳气，很炽盛，也很神秘与诡异，可承受天才的攻击，为他们定位战力。他再冒出一缕缕阳气，这杯不简单。楚风吃惊，少女息也露出一色，他觉得有可能因此而找到回家的路。喂，你们听说了吗？羽化神体出世，当年上古一战时，这种体质敢跟天下第一的妖妖争雄，让妖妖都染血了，才将他击灭。妖妖公主迎战时本身就已经受重伤，跟太多的人战斗过。不过怎样说，羽化神体太恐怖，这一世又有这种体质出现了。战力碑前，许多人在议论，因为有传闻出现，另一片星系中羽化神体出世后直接去测试战力，此时正在进行中。天啊，劲爆消息，要逆天啊，羽化神体在战力碑上轰出八星标记，太恐怖了。人们对于几颗星很敏感，因为宇宙中的四星皇朝就可以饲养亚神兽，能遨游天宇，五星道统那就更恐怖了。一旦超过五星，那就是超星位为顶级道统。现在羽化神体出世，直接轰出八星图标在战力碑上显化，这有点逆天。你不去试试吗？少女息看向楚风。自然要试，少年出大荒，斩尽是歼敌，我无轮回来了。楚风一脸正气地说道，他知道从今天开始就需要提高曝光率了，为的是短期内崛起，成为名人，为进大梦净土而刷声望。第0676章，最年轻的超星强者。少女息翻白眼向左右看了看道，什么出大荒，斩尽是歼敌，我都替你脸红，还好没有人听到。楚风嘿嘿一笑，扒开人群向前走去，接近战力碑。这块碑很高，通体为淡黄色，像是一块不纯净的黄水晶，略微晶莹，冒出一缕又一缕阳气，热烘烘，让一些实力不够强的修士都有些受不了。它高十丈，降落下来后，无论是本城还是这颗星球上的强大进化者都没有阻止，本身已经说明问题。黄羊族的进化者上去了，古灵23。很多人围观。一个头上长犄角的年轻人，身材高大，满头金色长发披散，相当的粗犷，身体正贴在石碑上。这样做居然可以鉴别出古灵，石碑上浮现23条纹络痕迹，透发生机。楚风讶异，这战力碑还能这样检测？都闪开，别伤到你们，
我一个立志要做五星强者的人，轰出的能量你们承受不起。黄羊族进化者喊道。他一副豪迈的样子，手中持一对大砍刀，雪亮，形状有点像山羊角，被他轮动起来时虎虎生风。众人哗啦一声跑开了，还真怕他失手将刀砍在别人身上。当当当，黄羊族的进化者出手，各种手段进出，在石碑上猛斩，一双大砍刀火星四溅，最后他倒飞出去，扑的一声吐了一口血。同时他手中的一双大砍刀也脱手飞出，远处传来惊叫声，有人很倒霉，被砍刀落下时戳在屁股上，顿时骂骂咧咧。马德，黄羊，你是砍石碑还是砍人啊？众人闪目观看，战力碑上浮现一颗星，然后就没了。短暂沉默，而后一群人哄笑。这就是五星高手，特么的，砍了半天才出一颗星，也太逊了吧。哎呦，我的屁股全是血啊。黄羊经你大爷，什么五星高手，连个准头都没有，大活人站在这里你都看不到吗？向我屁股上砍，你怎么不去死？这片地带有人取笑，有人怒骂，一片鸡飞狗跳。就是楚风也无语，这黄羊精也太逊了，牛皮吹得山响，真动起手来实在不咋地。我来。一头独角黑熊上前，贴上去后显示他的骨龄为34岁，接着他浑身爆发乌光，轮动熊掌向前轰去，打得石碑发出震天响，砰砰砰。接下来他不断挥动黑色的大爪子向前砸去，震得附近都在轰鸣，虚空都在大爆炸，能量激荡。很明显他比黄羊精要强盛一些。众人都闪目观看，然后发现一颗星标浮现，就在人们期待第二与第三枚星标出现的时候意外发生。结果第一枚星标隐去，就此消失不见。不入流。独角黑熊差点吐血，怒道，有没有搞错，老熊我比黄羊可是厉害多了，私下里曾经教训过他数次。有黑幕啊，居然连一星强者都不是。众人也傻眼，这确实有点离谱。这不公平，所谓的战力碑有问题。一群人叫嚷。就在这时有人发现异常，惊讶无比，开口道，你们看，一星图标消失是因为骨灵对应的那些纹路在抵消。石碑上独角黑熊的骨灵那里有34条纹路，对应的他年龄是他们侵蚀掉了一星图标。有人道，我明白了，所谓战力榜考虑了年龄因素，修道时间长的人要被减分。一群人恍然。然后很多年轻的进化者都跃跃欲试，想看一看自己的情况。结果数十人上前，只有几人为一星进化者，其余都不显示，说明都不入流。这让人们哗然，感觉吃惊不已。众人意识到这所谓的战力榜评选很严苛，甚至说有些过分，到头来只有一些进化门派的最杰出传人才勉强被评选为一星强者。人们倒吸冷气，越发觉得这标准太高了。有人道，按照这个标准来划分，我们这颗星球上的最强大道统的神子都不一定能评选上五星天才。果然不久后一位神子走来，气场很足，实力非常强，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他为四星强者。人们震动，这是一颗星球上的最强年轻人居然堪堪过四星。这一刻许多人都想到了羽化神体，这可是一位八星级强者，早先听闻时也只是对他吃惊钦佩不已。可是现在真正了解内情后，人们剩下的只有震撼，甚至有些惊悚。八星强者，这差距也太大了。羽化神体的表现简直是神迹。楚风上前，身体贴在石碑上，顿时浮现出14条纹络，显示出他的骨灵。有人笑道，嘿，这是谁家孩子，这么屁大丁点也跑这里来调皮，他们家大人呢，赶紧将孩子拉走。这么漂亮一定是男孩子。有人哈哈大笑，因为他认为楚风是女孩子，想故意反着说，都给我躲远点。楚风说罢开始活动筋骨。哟，少年人口气太大了吧，你才14岁，小心别伤到自己，我看你还是赶紧回家去找娘亲吧。哈，小家伙这么小就想出来折腾，毛都没长齐吧。如今的年轻人啊，真是不知轻重，太急于表现自己了。一群人抱着手臂在这里嘲笑，等着看笑话。因为在他们看来，这就是一个下屁孩，实在太稚嫩了，怎么可能撼动战力碑。下一刻楚风直接出手，举拳就轰，他没有动用闪电拳，因为这是阳间神技，热气滚滚，动静太大。他只是在运转呼吸法，而后心平气和地轰出宇宙中流转很广的一种普通拳法。轰！这个地方发生大爆炸，能量如同惊涛拍岸，让许多人耳鸣，接着宛若被史前的摩西撞上，浑身剧痛。一群看热闹的人简直是哭爹喊娘，全部翻飞出去，石碑上的能量爆发后让许多人咳血，有点惨。砰砰砰。楚风接连出手，拳打脚踢，对着石碑重击，这片地带山崩海啸般，一群人诅咒喷血倒退。这特么哪来的熊孩子，太凶残了，
我的老妖啊，被激荡出的能量震伤了。这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家伙，是一头神兽进化成人形了吗？马德，野蛮力量吓死人。一群人吃痛诅咒时也深感悚然，这小家伙太厉害了。最终楚风停下站在那里，所有人立刻都闭嘴闪目观看。一颗星，两颗星，五颗星。然后这里沸腾，一个14岁的少年直接轰出五星级战力，太逆天了，让所有人都震撼。此时就是再迟钝的人也明白，这里出了个妖孽，小小年纪已经是五星强者。然而让他们震颤的是并未终结，因为五星过后另一颗星又开始凝聚，可是到最后时，那块区域皲裂，石碑砰的一声断裂下来一大截。我靠，什么情况？超五星级强者诞生了。天啊，遇上一个超星强者，而且年龄这么小，这是神魔的子嗣吗？在这颗星球上绝对没有这个级别的少年，人们都望着楚风，一脸的惊容，全都被镇住了。这破碑也太不结实了吧。楚风满不在乎地说道。这句话一出，四周的人一片石化，这是装十三吗？可是又不太像，因为这少年真的太厉害了，轰断战力碑。有人猛咽一口口水道，我们这颗星球也算是繁盛的生命原地，可以归为四星级进化文明，所以降临这里的战力碑极限为五星。四星文明已经非常强，预示着这颗星球上应该存在亚神兽了。正常情况下来说，五星级战力碑足够用了。事实上这颗星球上的最强神子也果然只轰出四星图标而已。显然说话的人了解内情，直到最近才出现的宇宙天才榜的一些事宜，也了解各地的战力碑。然后这里人声鼎沸，一个14岁的少年轰断战力碑，被证实为超星强者，这是一个无比骇人的大新闻，在第一时间传了出去。城主府行动起来，有人来请楚风去做客。接着这颗星球最强大的道统也有人出面，邀请楚风前往那个古老的进化门派。我叫吴轮回，这是楚风给予周围热情人的回应。然后他就跑了，逃之夭夭，他不想被羁绊在这里，要去西灵族所在的星域夺他们的大造化。这一日，一个名为吴轮回的14岁少年轰断战力碑，震动星海，传到外界中。最年轻的超星强者诞生在艾玛星域出现，不过他很快就消失在星路上。天纵奇才啊，何止是年轻，应该说是年幼的近乎变态。14岁啊，轰断战力碑，这是一个恐怖的小怪物。这一日宇宙各地许多人都在谈论战力碑出现，已经引发各种热议，山崩海啸般，随着羽化神体、原始道胎等先后出手，越发的影响巨大了。现在一个少年这般彪悍，简直是扰乱各地的宁静，许多大族的强者都在关注这件事。道子、佛子、印无敌，你们快出手啊，让我们看一看你们能轰出多少颗星。不管怎样说，一批超星强者出现，光芒要照亮星宇了。我也期待有战力碑在，就可以为宇宙中各族的天才排名了，这些人早点动手吧。同时很多人也在希冀吴轮回选择一个进化文明更高的星域，在那里再出手，检验一下到底能轰出多少颗超星。当日大梦净土内部有长老在谈论，提到吴轮回这个名字，有人认为该为他补发一张金色请柬。其实这就是楚风的目的，是他最想要的，去进化，等我成为参侠境的高手时再去轰杯，保证惊掉你们的眼球。楚风得意洋洋地走在星路上。少女西鄙视道，装完十三就跑，瞧你这点出息。与此同时，地球上东海不灭山，一群人正在开心地笑语议论。吴轮回，这肯定是楚风，他以前说过要用这个名字。14岁，真不要脸，装嫩啊。黄牛撇嘴。欧阳蛤蟆立刻点头，摸着自己满是金色斑纹的脸道，就是他脸皮太厚，没事就跟我比英俊，现在又跟我比嫩，太不要脸了。第0677章宇宙黑牢。灿烂的星空下，楚风正在赶路，跟少女西一起脱离星路，潜入一片陌生的星域中，要去跟明叔会合。西灵星域，他们来了，这是西灵族的大本营，这一次的目的地就是这片疆域的边缘地带。显然这样的组合一到，肯定要出大事。星海中楚风消失，号称最年幼的超星强者引发的轰动还在继续，各族都在探寻，想要对他伸出橄榄枝。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，这个少年有天神族血脉，应该是我们遗落在外的后人。天神族过掌控的一家媒体平台旗下的一位资深老编，以非常肯定的口吻继续这件事，尝试认清。不过天神族正统人马没有表态。宇宙深处混元宫，号称星空下最强学府之一，一位老者热情洋溢，发表感慨道，古灵14就已经是超星强者，这绝对是天纵之资，理应进我混元宫，只要他肯来，我们提供一切进化资源保他成圣。灵族旗下的一家媒也提及，称吴轮回的确不错，
虽然没有显露出超凡体质，比不上灵族16、7岁的万星体徐成仙，但也算是奇才。显然无轮回轰断石碑后引发的风波不小，引起各族重视，因为他实在太年轻了，成长潜力惊人。最后大梦净土中一辆战车驶出，想要悄然寻到无轮会观察一番，如果真的名副其实，就会补发一张金色的请柬。争什么，其实无轮会是我们地球人，天神族你们最不要脸，一路惨败，天才竟凋零，居然开始乱认亲戚。当日欧阳蛤蟆在元兽平台上认证，放上自己的头像，裂着大嘴，满脸金色斑纹，在那里叫板说无轮会是地球人。滚，真是可笑，一颗没落的星球，那里的土著也好意思说出这种话，你们能走出太阳系吗？许多人取笑，自然不乏幽冥族、灵族等冷嘲热讽。我觉得那娃真是我们地球的，你们看他是人族啊。大黑牛也喊话，显然这是故意的，越是这样张扬，别人越不可能相信，会让人觉得他们是搅屎棍，故意埋汰其他族。人族分布宇宙中各地，有很多怎么可能是破落的地球走出的天才？穷山恶水多刁民，地球这片蛮夷之地真是完了，居然无耻到乱认亲戚的地步。一些人挖苦，蛤蟆满脸金色斑纹颤动道，呆，那个王八蛋，你是精确族的吧？我看到你在元兽平台上的认证资料了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逮你们族的神子，他在地球上保证给清蒸掉。一刹那元兽平台顿时安静不少，许多人缩脖子。他们虽然嘲讽，但是地球上有楚风，有不灭山的一群土匪，的确都不是省油的灯，最近驾驭腐烂大船，经常搞事。不久后精确族神子惨死，被人剁吧剁吧，扔进锅中放了一些花椒香料等给煮熟，热气腾腾端上桌时，还被蛤蟆老驴等人给拍摄了几张特写。啊，地球的那群土著王八蛋，你们该天打雷轰啊。精确族早先发言的那个人惨叫，声音凄厉，人们无语。不灭山那群土著最近几个月越来越能折腾，简直是人神共愤，一个人贩子加上一群强盗，让敌对势力恨得咬牙切齿。楚风第一时间了解到情况，最近这个几个月黄牛大老黑他们没有吃亏，经常搅风搅雨，这让他颇为放心。同时那几人在假扮他，造成他依旧在地球不时出手的假象。黄牛老黑，你们最近别假扮我了，我要在星空中做票大的，不露身份怎能让西灵族觉得痛，最近让地球上的我消失，低调点。楚风留言进行叮嘱，然后他果断和少女溪一起降临，赶到跟明叔约好的地带。这是一片幽静的星空，很诡异，远处的一颗星球飘来一缕又一缕死气，让人颇为不安，心惊肉跳。这也算是少见，一颗星球溢出丝丝缕缕的死气进入宇宙中，这让人发甚。明叔来了，悄无声息地赶到这里来接应，他站在虚空中望着远处的那颗星球，神色复杂。明叔，楚风赶紧打招呼，明叔消失有一些天了，一直在这片地带探究那所谓的秘境造化，究竟有什么造化？少女溪也很好奇。明叔神色复杂，眼中有伤感，有愤怒，也有无奈，还有痛心以及无力。这颗星球是一座宇宙黑牢，据说关押着很多穷凶极恶之辈，而更早的时候这里是一片土场，上古地球的圣人、各路大能等有一些被关押在此，最后皆被处决于此。明叔说到这里深吸一口气道，后来但凡抓到的上古地球进化者都被投放到这颗星球上，而后击杀，直至后来西灵族、星空骑士将那些老幼妇孺也都抓来，将与地球交好的那些星球上的进化者也放逐到这里，展开各种残酷的试验，然后镇杀，将这里的土地都被染红了，血水成河。明叔心情低落，上古一战过后地球太惨，许多人逃到星空中也难以活命，被追捕上，最后差不多都覆灭了，而这颗星球则成为一处监牢，一处集中营，最后所有关押在这里的妇孺都被屠杀，惨不忍睹。上古地球两位映照诸天级的首领战死后，他们有部分血肉也被投进这颗星球，导致这里寸草不生，恐怖绝伦。此地腾起的血气具有惊人的腐蚀性，能污金身也可坏圣人道行，可怕无边。明叔叹息，越发的伤感。夭夭的父亲，映照诸天的至强者，号称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霸主，就是在这片星域陨落的，有血肉落在这颗星球上，导致他成为死星。这楚风心头沉重，如今这里被当作宇宙黑牢，修建有一座巨大的牢笼，关押着宇宙中一些重要犯人，这里能坏人道横，就是圣人级人物被扔进黑牢中也难以走脱，要被困一辈子，而且实力会不断下降。既然这里如此可怕，还来这里做什么？少女溪不解，她不认为这种绝地中有什么造化。明叔神色严肃道，这里有一道霞光，非常神秘，异常重要，原本就属于地球，我想让楚风拿回来，借此进餐侠境。
上古一战时，针对地球出手的映照诸天级人物，就是明叔都不知道有几个。他们原本是要打爆地球，不留残骸的。然而，一件意外的事让他们惊悚，改变初衷。地球、昆仑有炼狱空间。当年，夭夭的父亲等人掌居昆仑山，域外映照诸天级霸主发难，那些人一起出手，轰向昆仑，原本要绝灭一切。当时出手的霸主不少，联袂出击，谁与相抗？结果，地球、昆仑、炼狱空间被他们生生撕裂出来一道缝隙，突兀现世，导致意外发生。那些人吃了大亏，甚至有人几乎身死道消。映照诸天级人物自昆仑抓走大片山岭，遭遇炼狱反噬时，直接将那些东西扔进宇宙中。事后，那些山岭、碎石，还有炼狱空间喷薄出来的可怕物质等，都被抛在前方这颗星球上。明叔解释，他又道：上古一战，那些映照诸天级人物中的霸主联手撕裂炼狱空间，导致昆仑那里不稳固，留下一道空间缝隙。不然的话，凭今日的圣人根本不可能开启。楚风恍然，那是上古一战太激烈留下的裂痕，是映照诸天级中的霸主无意中联手开启的。不然的话，炼狱空间根本不可能出世。其实，天神族、幽冥族最终没有毁掉地球，也是因为炼狱空间不是他们仁慈，也不是他们好心，而是不敢，怕炼狱空间出世，引发出恐怖的大乱子。当然，圣师的震慑也很有作用。明叔道出这则秘辛，楚风心中悸动，他自然知道炼狱空间中怎么回事，那里有光明死城，有轮回路，有最终的尽头。他亲身经历过，他估摸着，谁要是敢进攻那里，那真是找死。他在光明死城中的磨盘那里，看到的圣人尸体真的太多了，当中甚至有真龙、不死鸟等躯体被碾压成肉泥。他现在严重怀疑，那可能不是这片宇宙的尸骸，另有来源。难道是阳间的尸体？他心中猜测，不能确定。明叔，我去过那地方。楚风缓缓到来，将在那里所看到的事告诉明叔。关于炼狱，外界了解的不多。至于光明死城以及那个磨盘，知道的就更少了，多半也只有当年出手的霸主曾匆匆感应到。至于轮回路的尽头，估计没人去过，应该都不知道。明叔傻眼，少女希也目瞪口呆，都被惊住了，宛若在听神话。很久后，少女希才惊到，居然有轮回。对了，楚萝莉，你上次发誓向我保证，说能送我回阳间，你不会是想把我扔进磨盘中碾成肉泥，送我去转世吧？楚风顿时干笑，我不是有一张黑色符纸吧，保你转生带着记忆。说到底，你还是想把我送进磨盘中碾碎，我打不死你。少女希直接扑过来了，楚风毫不示弱，张开双臂直接叫熊抱。鬼屋中的色鬼、厉鬼，你给我走开。很长时间后，明叔与少女希才渐渐消化这种恐怖真相。楚风以前也提过一两句，说进过炼狱，但没敢提轮回路尽头的事，那太匪夷所思了。明叔，这颗死星上的霞光很特殊，对我很重要吗？楚风狐疑。很重要，参霞境界啊。我之所以让你压制，暂时不突破进来，是想让你来这里捕捉到那道光，第一时间突破，然后吞噬那道霞光。所谓参霞，就是要汲取世间一些能量光，壮大己身，越是稀有，越是强大的光越好，可演绎神通威能等。明叔对楚风的起步阶段非常重视，他想让楚风参霞境界所吸收的第一缕光，就是来头大道无边的那缕上古一芒。明叔之所以发现那道光，是因为漫长岁月以来不时来此祭拜，感怀故人，无意中发现的。这是西陵族的地盘，这片黑牢秘境被西陵族托管。明叔道，西陵族有一脉人也知道那道光，但没有上报，从上古到现在，那一脉人一直在尝试捕捉，始终没有成功。当了解到这些后，楚风很感动，明叔为了让他铸下最强根基，煞费苦心来到这种最危险的地方，要虎口夺食。以前我不知道那道光的来头，现在发现应该是源自光明死城、轮回路，甚至是尽头的那口古洞。明叔道，神色越发的郑重，越是了解，他越发觉得那道光了不得，让楚风一定要得到。参霞境第一缕光就要吞掉此光。第0678章地球囚徒。红枫星原本一颗很美丽的星球，到处都是红枫树，每到秋季漫山遍野如同晚霞浮现，赏心悦目。可自上古一役后，一切都变了，整颗星球变成死星。呜，旋风刮起，带着猩红色，可以看到当中有红色的土质，也有断骨，更有浓郁的死气。这就是红枫星目前的现状，寸草不生，生机绝灭，凸起的岩石，发黑的骨头，泥沼中腾起的黑雾，峡谷中冒出的死气，整片陆地都是暗淡的。湖泊早已干涸，这是一片绝地，偶尔有水洼，那也是圣血、大能的残血弥漫开来，腐蚀万物。楚风来了，站在这颗星球上，感觉浑身难受，长时间下去的话，在这里连金身都要被破掉，圣人道恒都要下降。
他自然感觉不适应，唯一所仰仗的就是倒影呼吸法，运转起来后化解死气，排进血雾。可以看到，在他吞吐时，毛孔间霞光伴着黑雾被排斥，唯有有益的能量被吸收。这是明叔告诉给他的，在这颗星球上想要长久的生存下去，唯有动用倒影呼吸法。明叔严重怀疑这是夭夭的父亲战死后被人抛尸，他的部分血肉落在这颗星球上造成的。一个生前修炼倒影呼吸法到极境的人，他的血肉中依旧饱含着规则、秩序等，改变了这颗星球的一切，所以唯有呼吸法同脉的人来这里所受影响最小。这是明叔的话语，也是他的猜测。西林族有一脉人马长期驻守这里，看管黑牢，他们的后人在寻找那缕霞光，能够行走在这里也是在倚仗倒影。这门呼吸法的第一卷曾被抢走，散落在宇宙中，导致一些至强种族有幸观看并学到手中。不过时至如今，宇宙中修炼倒影呼吸法残篇的人非常少，因为没有后续，意义不大。楚风稳住自身，悄然迈步在这颗死星上出没。明叔没有来，他与少女携带着天道伞在戒备，要蒙蔽天机，监视天上的月亮，避免那里的西灵族圣人发现。那里有圣人坐镇，而且不止一人，在太空中看守红枫星上的宇宙黑楼。楚风感觉胸闷，精神恍惚，血肉有要被瓦解的迹象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随着他的精神也在呼吸与肉身同步交融在一起，总算稳下来。好可怕的星球，楚风叹息。这么多年来，西灵族一直在进化改造这颗星辰，他们想有朝一日让这里重新焕发生机，成为他们的后花园。不然的话，此地会更恐怖，精神层次的人一旦误入，都要被侵蚀，所谓的精神会坏掉，化成一滩浓血。那些死气，那些血雾，如今被引入的心中，封在一些特别的地方，更有不少被渡进黑牢中。楚风看着远方地平线上的一座又一座大坟，每一座都比山岳还要高，异常的瘆人。就是在那里，有夭夭父亲的血肉，更有上古地球的圣人、各路大能的尸骨被人处决、斩碎，埋在泥土中。大坟的背后，则是那黑牢，也是目前最为危险的地带。楚风没有接近，而是朝相反方向跑去。当年昆仑炼狱中喷薄出的各种物质等，被映照诸天的人物抛进宇宙，落在这颗星球的另一端。真是诡异。楚风露出异色。炼狱空间的土质等落入这颗星球后，自成一方天地，如今更是演化出次元空间。楚风赶到星球这一端，来到目的地。四野一片昏暗，死气蒸腾，血雾缭绕，这块地带有许多血池，从上古到现在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干涸。楚风寒毛倒竖，他感觉那些残血太可怕，真要沾染上，估计自身会立刻化掉，什么都剩不下。而也正是在这样的绝地中，有一片桃花林，盛开妖艳的花，甚是瑰美。炼狱空间的土质，楚风目光湛湛，心中凛然。他听明叔说过，整颗星球都死掉了，只有炼狱的土质所在地有些许生机。嗖的一声，他一闪而没，进入桃花林中，有些桃花居然带着血，释放魔性，他不敢久留。一刹那，他横穿过去，前方空间不稳固，次元空间重叠，是炼狱喷薄出的物质遗落在这里造成的。楚风身体一闪，进入最大的次元空间内，因为他听明叔说，那道神秘霞光出现在这里的几率最大。当然，它是不固定的，黑牢、桃林、血池、空旷的猩红色大地都出现过其踪迹。这片空间中有一些老树非常的苍劲，十几个人都会包不过来，但是都没有成精，一颗颗都无精打采，没有长着几片叶子。这里也有草被，但很稀疏，缺乏绿意，略带枯黄，但总算有些生机。楚风刚一进来，一道猛烈的剑光就飞速斩落下来，要对他消手太突然与迅猛了，险些得手。关键时刻，楚风动用闪电拳，并且跟天涯咫尺配合，砰的一声一拳打出，这是非常有魔性的拳法，带动身体加速，宛若反过来要驾驭楚风，一团光炸开，将剑光击溃。这是一个高手，一击未得手，转身就走，而且就要呼喊人。轰！闪电拳展开后，真的太恐怖了，这是阳间的神技，也是楚风第一次用来对敌，跟倒影呼吸法配合在一起，阳气滚滚，无比炽盛，拳光划破一切阻挡，将那人淹没在下方。此人没有呼叫出来，浑身骨头便要炸开了，拼命反击。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他被闪电拳打中，而且在这种骇人的速度下，他承受楚风数拳，结果他一生都没有能哼出，成为一团血雾，被打爆了。一位参侠大成境界的进化者，西灵族的一位天才，直接形神俱灭。楚风很冷静，击杀此人后，嗖的一声没入次元空间深处。这片地域很广阔，附近暂时没有其他人出没。不久后，他又看到几个年轻人在运转倒影呼吸法，实力在参侠境界，在这片空间出没。西灵族这一脉果然一直不死心，在寻找那道光。楚风已经从明叔那里知道，从上古到现在，
西陵族其中一脉发现此地的造化后，隐瞒下来，没有上报，长年累月的暗中搜寻。起初，连圣人都在行动，想要攫取到送给后人。然而，到头来都是一场空。甚至有多次，那道神秘的霞光险些被年轻人得到，却始终远离圣人，这让他们甚是苦恼与不解。拥有强大实力也无奈，捕捉不到这缕光。长期试验，西陵族这一脉人马意识到，这缕光更加亲近年轻的生命体，对于老脉的进化者明显嫌弃。小心一点，魏恒老祖那一脉的人也来了，他们怎么知道这里有一道神秘霞光？还不是被那些余孽闹的。族中神子在地球母星被杀，魏恒老祖的儿子魏天圣也惨死。他想培养出一个超级天才，继承他们那一脉，他想让后人斩掉地球的楚风等余孽。魏恒老祖发誓要亲手割掉长明的头颅，如果他培养出来的天才也能击毙楚风，在他看来那就是一桩美谈了。暗中楚风皱眉，魏恒也知道了这里，并派出人马来夺造化。想割掉明叔头颅？楚风冷笑，今天他既然来这里了，如果遇上魏恒所中意的后代，一定先宰掉再说。这里的造化不是秘密了，魏恒老祖这个人一向是不达目的不罢休，我们这一脉被动了，多半争不过他们。他们哪里有，我们了解这里，走吧。最近我感觉那道光出现的频率高了，或许是机会。楚风脸色阴晴不定，眼中杀机毕露，他抽出轮回刀，准备全灭这批人，一个都不剩。赶来这里寻找那道光的人都是西陵族的奇才，是该族最有天赋的一群人。灭你们根基。然而他还未动手，很快就怒了。楚风发现刚才那几人跟另外一些人会合，驱赶着一批衣衫褴褛的囚徒，从六七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的老人，应有尽有，一个个皮包骨头，勉强活着。你们这群废物，教你们多久了，还没有精通这门呼吸法吗？道银可是上古地球的无上传承，居然学得这么糟糕。啪，一条皮鞭抽来，几名老人赶紧扑到两名孩子身上，避免他们也遭鞭刑，而自身的后背顿时血肉模糊，鲜血淋淋。算了，上古地球抓来的俘虏，当年的囚徒，如今也只剩下这么点后人了，再打死的话那就没地方找人了。一人沉着脸说道。旁边的人很恼怒道，这批人是上古地球那群强者最嫡系的后代，跟妖妖同族，原本想让他们修炼倒影呼吸法，适应这里的环境，帮我们寻到那缕光，结果这么不中用。他们从未接触过修行之法，短期内恐怕难有起色。在这颗星球上有妖妖父亲血肉蕴含的规则秩序等，改变了一切。西陵族的人想借助这些人的血脉跟妖妖一脉相近，让他们修炼倒影呼吸法，接近那道光。因为他们怀疑那道光在被妖妖父亲血肉中留下的规则秩序等牵引，更容易亲近同脉同源的人。西陵族只是地球当年的一个军团，跟妖妖一脉毫无血缘关系。啪啪，皮鞭声再次响起，那些囚徒满脸污垢，浑身脏兮兮，衣服都烂掉了，但是现在却一语不发，承受皮鞭的攻击，浑身都是血痕。这些贱胚子还真是古怪，这颗星球的死气居然不怎么侵蚀他们。有人恨恨地说道。远处楚风目睹这一切，听到他们的话语后顿时怒血沸腾，他一下子明白了怎么回事，恨不得灭掉西陵族所有人。啪啪，又是几道皮鞭下去，就是那些孩童都不哭，身上带着血迹，老人则扑在他们的身上，而几名中年人则扑在老人身上抵挡皮鞭，他们早已皮开肉绽，甚至有些人都快露出骨头。可是自始至终，无论是孩子还是老人与中年人等，都一句话也不吭，默默承受。贱骨头，你们倒是硬气，给我去找那缕霞光。西陵族的人喝道。接着又有人扬起皮鞭。不要再打了，无论怎样也得留下一些余孽，让他们的血脉延续。老祖说了，以后会有大用，万一都打死，我们不好交代。有人冷冷地劝阻，并不是同情，留下这群老弱只是因为暂时需要他们活着，就是看他们不顺眼。一人还是不甘心，扬起鞭子想要再抽上一鞭。你们都找死。楚风确定是什么人后怒发冲冠，整个人都要炸开了，从远方急速冲来。第0679章杀到西陵无天才。楚风像是一道惊雷，让空气炸开，身体宛若一道金色的闪电，一刹那就到了，让这片地带飞沙走石，电闪雷鸣。这种景象有些可怕，他带着恐怖的能量，周身都在弥漫杀机，降临时全身毛孔都在喷薄胜烈的神光，整个宛若神灵。砰的一声，他一把攥住了那条挥舞而来的鞭子，挡在这些老弱的身前，整个人纹丝不动，双目喷出两道骇人的光束，盯着那个挥鞭的西陵族天才。你想怎么死？楚风喝道。在他出现在这里后，他来的那个方向才传来音爆声，连成一条线，白色气浪翻滚，远不及他真身先到。你是什么人？西陵族这群人都很吃惊，莫名多了一个人，太快了，由远方而来，由弱缩的成寸，一抬足就到眼前。杀你的人！楚风喝道，
瞳孔中射出火炬般的光芒，他将刚才的一切看在眼中，怒血汹涌不止。轰的一声，他揪扯着这条鞭子突然间用力，直接将那个手持长鞭的人给抡动起来，甩飞出去，砸得一块巨石粉碎。这个人灰头土脸，被楚风传导过来的能量阵的手掌淌血，狼狈不堪。你哪里来的小杂种？他恼羞成怒，一咕噜站了起来，双眼喷火，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亏。而且这是他们的地盘，莫名闯进来一个十几岁的少年，摔了他一个大跟头，太丢人了。枪的一声，他抽出一柄长刀，爆发绿油油的光芒，就要向前劈去。然而他眼中那个可恨的少年比他还凶残，速度也更快，直接扑杀过来，主动出手。轰！闪电拳霸道绝伦，速度快到不可思议，不像是人驾驭拳法，而像是拳印在牵引着人前进，拥有魔性，拳光划破这片空间。当这个人刚拔出绿油油的长刀，就遭遇这样一拳的轰杀，总算他反应迅速，应变及时，用长刀横在身前挡住这一拳。但是那巨大的力量，可能的拳印光芒太恐怖了，震得他手中这口号称超凡利器的秘宝刀面凹陷，出现一个拳印，差点被打穿。你西陵族这个人是很强，是一位顶级天才，脸色刹那变了，他知道遇上一个熊孩子，猛得不像话。然而还没有等他多说什么，楚风第二拳就到了，所谓闪电拳当真快如点电光神侠，拳印到了。咔嚓一声，碧绿宝刀被拳印砸穿刀面，而后更是皲裂，接着炸开，刀片碎块飞射，这个人惨叫，满身是血，被自己碎掉的长刀插入体内，足有数十块断刃。然后他看到又一拳急速放大砸到他的脸上，让他鼻梁塌陷，眼前发黑，剧痛到想要嚎叫。啊，他凄厉大叫，他知道如果对方的拳芒稍微喷吐的话，他的头颅就会碎掉，像个烂西瓜一样。楚风拎着他像是在拖一条死狗，回到那群衣衫褴褛的老少镜前，砰的一声将西陵族这个天才砸在地上。他用鞭子抽你们，想报仇吗？尽管动手。楚风道，看着这群人。然而无论是孩童还是老人，亦或是青壮，全都脸色木然，双目空洞，没有什么反应。楚风在这一刹那有些心痛，西陵族这是完全不拿夭夭那一脉的族人的后代当人看，都养成什么样子了。显然这群人几乎没有自我，活着跟行尸走肉一般，根本就没有活力，没有精气神。你们是宇宙昔日最年轻霸主的族人，你们都醒一醒。楚风喊道。然而这些人还是没有什么反应，包括脸上脏兮兮的少女以及原本无忧无虑的孩童都面无表情。不远处杀气顿时冲起，西陵族共有十几人在此，都是天才，爆发恐怖能量敌视楚风。刚才楚风太快，他们都没有来得及出手阻拦，就被楚风重创一人，并生擒活捉，此时全都要出击。而此时地上的那个人鼻梁塌陷，满嘴是血，在叫嚷，小杂种，你究竟是哪来的，嚣张什么，这里是我西陵族管理的黑牢死星，有圣人坐镇，你这是在找死吗？噗，楚风一脚跺下，他满嘴牙齿脱落，同时下巴粉碎性骨折，下颌都要脱落了，整个人顿时呜呜惨叫。你给我住手！西陵族其他人呵斥。吃！同时有一人忍不住出击，没有投鼠忌器，直接催动一口紫色的飞剑袭杀楚风，要取他的首级。枪！楚风抽出轮回刀，一刀挥出，赤红光芒爆发，当的一声将紫莹莹的飞剑劈断，让这件秘宝光芒暗淡，坠落在地上。吃！同一时间楚风双目发光，这是火眼金睛的威能，飞出两道金色的光束，太快了，迅疾的如同雷电。噗！刚才动用飞剑的那人被洞穿，身体一个踉跄向后退去，脸色雪白。短暂的交手，楚风镇住这群人，让他们无比忌惮，暗自猜疑这是哪里来的凶少年。楚风根本就不在乎西陵族这群天才，转身看向这群老弱病残，从老人到青壮再到孩子，盯着他们的眼睛道，你们有个亲人名为夭夭，号称星空下第一，你们有个长辈是宇宙中最年轻与惊艳的霸主，你们是他们的族人，流淌着同样的血，怎么能沉沦，应该有强大的斗志才对，都醒来。可是这些人还是麻木，只有两个孩子眼中略微露出异样的光芒，偷偷看向楚风。真的麻木了吗？上古一战果然改变了太多，正常来说如果没有遭遇大劫，你们活在昆仑的话应该是一群天骄，可是现在你们都成为行尸走肉，而西陵族地球曾经的一支军团肆无忌惮地奴役你们，有些可悲可恨。楚风不怪这些人没血性没有斗志，因为在这种环境下，那怕是盖世强者的后人也得废掉，这是在被圈养，什么都接触不到，完全是在扼杀他们的天性。哥，我狠他，他上次用鞭子抽死我的妹妹。这时一个孩童开口，眼中的光芒越来越盛，
带着怒火还有仇恨盯着地上那个人。这个孩子说话时口齿不清，显然平日不怎么说话，连话语都不利索。我想为妹妹报仇，很可爱，眼睛很大，天真，什么都还不懂就被活活打死了。那个孩子哽咽冲了出来，对地上的人拳打脚踢。另一个孩子也叫着跑上前来，跃起就是一脚，道：还小林的命来。好。楚风心潮起伏，在这种境地下，两个孩子还能有这样的反应，没有被圈养的废掉也难能可贵了。可是他的鼻子还是有些发酸，看着那群老少，他们都是那样的木然被奴役废了，本是妖妖的族人很强大才对。小崽子你们敢。地上的西灵族天才金木瞪眼吼道。两个孩子眼中带着泪向前扑咬，口中喊着妹妹要替他报仇。砰。楚风一脚落下，将地上的人踩废，整个人肉身扭曲，再也发不出声音。楚风担心他狗急跳墙而伤两个孩子。小子你找死。西灵族其他人怒喝，纷纷取出兵器就要杀过来。嗖。楚风取出玉净瓶猛然一扫，将两个孩子还有那群老弱病残都给收了进去，道：你们安心，我带你们走。然后他转身面对一群天才。在此过程中，他一脚踏碎地上那个人的头颅，结束其性命。杀呀。这群人大吼，全都惊怒交加，也有人很谨慎倒退出去，想跟外界联系。别费力了，次元空间的出口被我用场域堵上，你们一个也走脱不了，今天我要杀个干净。楚风一手持轮回刀，一手捏拳印，使出闪电拳冲向人群中。西灵族这群人很强，是该族最顶尖的天才，不然的话也不会被允许进来寻找那道神秘的霞光。而且他们大多都在参侠境界，只有这个层次的人对那道光最渴望，想要捕捉到吞进身体中。枪。这才一交手，楚风便用轮回刀劈断一人的黑色长毛，同时击溃那人的护体能量光，接着他又顺势爆发最强手段，将那人斜肩斩断，半边身子飞出去，惨叫着带着大片的血。战斗无比的激烈，生死搏杀，楚风第一时间就毙掉一人，轮回刀下难有活口，那人惨叫着被腐蚀的迅速溶解。这是轮回刀，你是楚风。那人惨叫。什么？是他。一群人震动。轰。在激烈对抗中，楚风跟人接连碰撞，拳印跟一个人磨盘大的紫莹莹的手掌轰在一起，最终让那人的妙术崩溃，手掌四分五裂，鲜血淋淋。刹那间他的手掌化作正常人大小，但是可怕的事情未结束，楚风的闪电拳造成的伤害还在继续中。一股可怕的金色能量破坏掉他的手掌，冲进他的手臂中噼啪作响，最终让他的整条手臂都炸开。死。楚风喝道，下一拳再次轰出，砰的一声，闪电拳快如光速般将这个人打穿，让他在拳印下爆碎。老四。旁边一人撕心裂肺的大叫，眼睛发红，扑杀向楚风。你敢杀我兄弟，去死。杀他又如何，我还要杀你。楚风冷笑，轮动轮回刀直接迎了上去，怡然不惧。当当当。火星四溅，那人手持一柄非常惊人的长戟，发疯般跟楚风碰撞，显然这杆大戟是一件非常厉害的秘宝，材料稀有。但很可惜，数十次碰撞后还是毁掉了，被轮回刀劈断，并且血光溅起，楚风接连挥动长刀将这个人的手臂削掉，将他的首级斩落，让他怒嚎死不瞑目。楚风，你这个刽子手当真是冷血啊，给我那命来。其他人一直在出手，奈何还是没有能够阻止他，此时有人怒吼。楚风不为所动，道：你们也知道心痛，从你们的祖先开始到你们这里，是做绝，自己也体会一下失去亲人的痛苦吧。杀。此时他宛若一尊杀神，左手轮回刀，右手闪电拳，刀与拳齐飞，在这里大开杀戒。所谓天才也要看和谁比，如今的楚风如同虎入狼群中，虽然遇到阻击，但是他无敌自信，所向披靡。轰。闪电拳轰击将一人打爆，震得到处都是血雾与碎骨。吃。刀光横起，楚风一刀将这群人中的一位危险人物腰斩，让他两截身体分离，惨叫着翻滚出去。他在大开杀戒时间不长，就已经杀了九人，还剩下最后的六人。西灵族，你们不是号称天赋最强的种族之一吗？可是一个个都弱爆了，来啊，不够我杀。楚风喝道。这些人都怒了，但是却也没有任何办法，最终他们憋着怒火咬牙切齿，突然间散开，各自逃命，想要远遁。西灵族，你们都是废物。楚风冷笑道，今天一个也别想走，我要大开杀戒，杀到西灵无天才。这群人都是西灵族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，如果全都被斩杀，足以让那些老家伙眼前发黑，心痛的要死。吃。
一刹那，楚风如同一头大魔神，疯狂追杀，扫荡这些人，最起码他们逃不走。出口那里被楚风用场域封住了。噗，一人被斩掉头颅。噗，一人被楚风用闪电拳打穿心脏，接着整个人都在发光，而后轰然解体。噗，一人被楚风力劈为两半。片刻后，所有人都伏诛，楚风屹立在场中，闪电拳发光，带着猩红的血，而另一只手中的长刀杵在地上，也有血液从刀锋上滑落而下。此时楚风如同一尊大魔神站在此地，四周都是天才的尸体。第0680章吞侠进化。楚风之身立在场中，血腥味刺鼻，西陵族这些天才横陈一地，全在溶解，即将消失。轮回刀好歹毒，我不想死啊。有一名天才原本想装死，可是现在发出精神波动，他感觉恐惧，连精神都在被侵蚀，正在形神俱灭。楚风冷漠无情，站在原地，根本就不用再去补刀。这时轮回刀上的血滴都没有滚落到地上，就开始消失。一旦中刀，血肉溶解，最终形神皆毁。看来各族终于知道这口刀的来历了。楚风自语，西陵族这些天才道出轮回刀的名字，本身就透露出很多信息。楚风并不意外，地球贞子的护道者尉迟空从未走出过母星，都能够认出轮回刀，洞彻其来头。而星空中的强大强族，比如天神族、幽冥族等，已经号令星空数十上百万年，经历过元兽大破灭、黑血狂潮、诸天暗淡等，目睹各种历史大灾难与岁月变迁，亲身横渡过来，自然了解很多秘辛。这些强大种族中不缺少见识广博之辈，最终有人认出此刀的来历，传到外界。毕竟早有人将楚风手中的暗红色长刀的照片发到星空中，宇宙这么大，总会有人认识。楚风离开，最终原地只留下一些人形灰烬，西陵族十几位顶级天才都在参侠境，永远留在这里。等我离开后，将你们交给明叔。楚风看了一眼玉镜瓶中的那些老弱病残，他一声叹息。不过想来明叔一定会很高兴，多半不会想到夭夭那一族还有后人活在这颗死星上，尽管状态糟糕，但终究是一个好消息。楚风开始奔行，身体像是一阵风，又像是一道闪电，太快了，他在寻找自己的机缘。草被稀疏，偶尔可见的老树病恹恹都只长着几片叶子，这片空间光秃秃，但是却也有一股诡异的气息。是了，跟炼狱的空间的土质以及弥漫的能量相近。楚风确定这片次元就是从炼狱中喷出的物质造成的。就这样他开始寻觅，渴望那缕光再现。这时他将石盒取了出来，毕竟那缕光可能是从轮回之地跑出来的，或许有一定的吸引作用。一片沼泽出现，这让楚风颇感意外，这颗死星却最缺少的就是生机与水泽，哪怕是次元空间也不例外。嗡，虚空震荡，能量爆鸣，沼泽突然裂开，一张血盆大口足以将猛犸象吞进去，冲着楚风而来。这是一头鲶鱼，漆黑如墨的外皮，如同巨龙般的身体从沼泽中腾起，驾驭无边死气与黑雾，散发浓郁的能量。他浑身都缭绕死气，这是一头变异生物，居然适应了这颗死星，在这里活得很好。那血色的大嘴中，牙齿都已大半人高，雪白而锋锐，森寒刺骨。楚风躲避的刹那，那张大嘴合拢，牙齿撞击在一起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让人感觉发瘆。砰！楚风腾起，一记闪电拳打出，金色光团爆发，雷鸣震耳欲聋，将这头鲶鱼的一侧击出大洞，血淋淋横飞出去。塑形境界，楚风一惊，这头鲶鱼都快接近精神层次了，不然的话，若是参侠境界的生物，被他一拳就打爆了。而且这头鲶鱼精的能量很特殊，弥漫浓重的死气，跟这颗星球的状态很像。吃！这时楚风取出一杆骨气，挂着一张幡，迎风一展，烈烈作响，弥漫出摄人的气息。神灵化血幡，这是在地球上时他从灵族那位自展精神层次的老玉手中抢来的秘宝，很神秘也很恐怖，威力奇大无比，都不怕轮回刀劈砍。血气弥漫，这杆幡斩动，被楚风当作长矛用，向前投掷而去。鲶鱼精虽然实力不俗，但是有些浑噩，精神略微混乱，楚风猜测跟这颗星球的环境有关。噗，神灵化血幡定在如同巨龙般的鲶鱼身上，当场惊吸牛饮，吞噬它的生机，让它剧烈挣扎，发出凄厉的精神嚎叫。但是根本没用，它摆脱不了，最后化成一张鱼皮，全身精华被吞噬个干净。我这种手段还真是像个大魔头。楚风咕哝，无论是神灵化血幡还是轮回刀都相当的歹毒。不过还好有闪电拳，十分神圣，每次挥拳时煌煌拳光都如同天日横空，足够的绚烂与刺眼。在沼泽地中接连毙掉六头鲶鱼精，楚风毁尸灭迹，将鱼皮也破坏了，因为神灵化血幡见不到光。此外他还想以后出手让灵族背各种黑锅呢。真有那样的一道光吗？
前方有人交谈，肯定有。魏恒老祖发话了，自然不会有假。真是没有想到，看守黑牢的几位圣人居然不上报，始终在让他们的后代在此寻机缘。还好我们这一脉的人也发觉了。魏长河什么时候到？魏恒老祖可是对他抱有很大希望，如果能融合那道光，他此生必成圣人，甚至更进一层。楚风在暗中观察，这几人是魏恒的子孙，跟早先杀的那批人不是同一脉的人吗？咦，来了，那道光又出现了，这一次一定要抓住，快启用魏恒老祖赐下的那个黑石盒。一人喊道。西陵族魏恒一脉的天才很激动，这是他们第三次看到那缕光了，前两次都无功，现在再次尝试。楚风讶异，他觉得这道光是冲着他来的，确切的说是冲着他身上的石盒中的斑斓火光而来，因为都源自炼狱空间。石盒中的火光真的很少了，在昆仑万神之乡大战时，楚风消耗掉了太多，但眼下也足够了，吸引到那缕光径直俯冲而来，绕着他飞行，一片绚烂让他遍体生辉。楚风深感意外，也很震惊，没有想到竟然这么容易直接引来了这道光，原以为要等上很久，需要费尽心力来狩猎呢。这道光带着丝丝混沌气，很灿烂，有勃勃生机，让他浑身毛孔舒张开来，格外的舒服。这不亚于一株大药，光是这种气息就让人觉得肉身舒泰，精神放松，恨不得一口就吞掉它。咦，那边，嗯，怎么多了一个人？他吸引到了那缕光。魏恒的后人惊呼，发现那缕光没入一片丘陵地带，他们第一时间杀了过来，看到楚风被那道光环绕，这些人直接扑杀，无论是谁，哪怕是看守黑牢的几位圣人的后代，他们也要上前去厮杀，去争抢。少年，滚开！一人大喝，想要撞飞楚风，取而代之，立刻离开，留你性命。这些人倒也不是心慈手软，而是怕楚风一口就吞掉这道光，因为太诡异了，这光在围绕着他转动。该滚的是你们！楚风冷笑，转过身来，暂时没有理会这缕光，提刀就向这些人冲去。遭遇战爆发，这关乎自己的道果，楚风绝不会大意，全力以赴跟这几人动手搏命。共振术、螺旋术通过长刀施展，这才一交手就造成惊悚的场面，长刀向前劈去，再轰鸣，再震动，砰的一声将一人直接击碎。这不是劈斩，而是共振成碎骨与血雾，场面太可怕。你是谁？杀你们的人！楚风不想废话，只想赶紧解决掉他们，好在这里顺利晋级，吞掉那缕光。噗噗噗，最终这几人都被楚风斩杀，丘陵间一下子安静下来。楚风收刀而立，站在这里，他在尝试接引那道光，然而这时他突然惊悚，浑身寒毛倒竖，在这缕光真正接近他的体表时，他的机体几乎要崩开，他的神魂差点炸裂。然后他张开火眼金睛，看得真切，看得明白，这缕光上带着一缕血丝，很淡，但却有秩序符文，有规则之力，异常的恐怖。楚风头皮发麻，西陵族的猜测是真的，这缕光染着血，有可能跟夭夭的父亲有关。他赶紧运转倒影呼吸法，让自己平和下来。哗啦啦，那缕血丝很细小，但是却发出铁链摇动的声音，那是秩序神链。他脱离那缕光，围绕着楚风转动，让他浑身一血，简直要立刻爆碎了，这都没有接触就让人受不了。终于这缕血丝中弥漫出一片画面，那是一个男子，英姿伟岸，跟夭夭有相似的地方，比如那双眼睛有无比自信的光彩。楚风只能运转倒影呼吸法，承受这种恐怖的压力，他不知道最终会怎样。最后倒影呼吸法跟那丝血液共鸣，让楚风身体光芒大盛，身体不断震动。咻的一声，那丝血液蕴含秩序之链就此破空而去，消失不见。毫无疑问，如果不是修有倒影呼吸法的人来此，多半一无所获，甚至还可能会有生死大劫。可惜了，史上最年轻的映照诸天级霸主终是被天神、幽冥等各族的古祖围攻致死。楚风叹息，所谓滴血重生，那肯定也是有条件的。当年的那群宇宙霸主绝对灭杀了夭夭父亲所有的生机，磨灭每一缕精神意志。所以哪怕有血肉留下，可失去精魂，夭夭的父亲终究是无法再现，彻底死去了。嗖，在那丝血液消失后，神秘的光没入楚风手上的石盒中，在斑斓的轮回火中像是在打滚，然后又腾起，这是一束特殊的能量物质。楚风略微犹豫，张口一吸，这缕光没入的口中，与此同时他毫不犹豫地捅破那层窗户纸，进入参侠境界。轰！楚风身体巨震，浑身都爆发神芒，如同一轮太阳般璀璨，他破入参侠境界了，导致霞光漫天，神芒澎湃。呼，倒影呼吸法运转，他在吞吐那道光，参侠层次所吸收的第一缕光融入他的体魄中，跟他的血肉与筋肉交融。这一刻楚风感觉身体状体好到极致，打下的底子太坚固与深厚了，在噼啪间他周身骨骼与脏腑都在响，进化后他的体质在激增。据悉，
有的神秘霞光被吞进体内后，不仅让自身在参侠境界提升实力，还可以演绎出神通威能。我得到了什么？楚风对这缕神秘之光无比好奇，他体内的进化还在继续中，体质持续提升。猛然间，他身体一震，仿佛又来到回轮路尽头，走进一口古洞中。楚风心惊肉跳，当初一直很好奇那口洞，可他没有走进去，这缕光真是从那里飞出来的。接下来他能看到什么？一位14岁的超星天才少年在进化中实力突飞猛进，显然要引发一系列变故。